进入战斗位置，注意警戒。 真的谢谢你，愿意来救李排长。枣花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救出李排长。你也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。 我真没想到，三木夫的妹妹会参加反战联盟。来到中国之后，我所看到的一切，证明了我的哥哥做了太多的错事，所以，我选择反对战争。嫂子，鬼子来了！ 等山田军一得手，我们就群起出击。是。林泽浩来了。 不要跑，火速前进！
你给我，男鬼子拼了！很好，二将军。哎，太君，效忠大日本天皇的时刻到了，我相信你，一定会把林早花的人头给我带来。太君，我，东本君。 干什么呀？这不是瓦要把马上就攻下来了吗？我们不能跟你抢功啊！长官的命令，给我对上！宋本太君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咱们这人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拿枪比着我们呀？是啊，宋本太君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刚才周部队人可把该说的都说了，这都是好意，你可不能不知好歹。嗯，都怪你进攻！哎，你怎么还拿枪比着我呀？你可给我记住了，我可是皇协军队长。 梅子，快过来！我是哥哥，快过来！你是魔鬼。 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魔鬼。 他们本来是一群无辜的农妇，就想在这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要拿起武器和一群武装到牙齿的人血战到底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。 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，我要替你们赎罪。三木由美，你可以不认我，但是你不可以背叛大日本天皇。 幸亏我是你的哥哥。